大家好，我是萌萌。今天这个视频我要做电影《危险方法》里的一件爱德华裙。二十世纪初的爱德华时期服装风格是很独特的。今天我会用大量的纯白色棉布、蕾丝、纱来做这件裙子。Oh my god， 我有好多种蕾丝啊。感觉不好看呢，这一片感觉有点土，重做吧。花好几个小时才做这么点，但是好美丽呀、啊！非常喜欢这一块的设计，因为它原版是有绣花的，那个真的是做不出来。我觉得用欧根纱做风情者也是非常美丽。非常好用的防晒霜，很快就成膜了。我真的很喜欢这个防晒粉底液，用手上就会有一点那种韩式肌的光感。 maybe 现在来修这一块，鬓角的这簇头发单拎出来，夹本朝着镜头的方向进去翻，自然的。最后会再抹一点精油在发梢，一蹦。等一下 ，It's too far out。好，好了，可以 go。